哎，老板娘，哎，给我拿霸王丝、神雕侠侣、火爆鸡精、葫芦丝、一根葱、南京板鸭、北京烤鸭、小滑头、锁骨头、闪电爽、牛羊配。好嘞，来喽，给你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说那么多，你拿对了没？你放心吧，搓一袋赔你十袋。再说了，我是1998年奥林匹克激励大赛挑战第一名的，看着啊！火爆鸡精、北京烤鸭、南京板鸭、葫芦丝、神雕侠侣、霸王丝、一根葱、牛羊配、小滑头、锁喉糖、闪电爽，一共10块。给。好嘞。那我走了。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胖丫，你见我的10块钱没有？10块钱？我哪见你的10块钱了？看你的手上是什么？我这10块钱就丢到你店里的，我走了，一点都不诚信。哎哎，莫名其妙。哎，你没说那是二公子的10块钱吗？